我现在来到这个迈阿密汉国 casino 里面那个台湾老板开的一个餐馆，叫 BOL Asian Cuisine， 大概猜的还可以的。我买了一个 duck noodle soup， 19块。加水才差不多20块，我现在改成汤拿出来。那这个餐厅有酒吧的，生意不错。这个餐馆是老板台湾人，有酒那个吧在里面，生意很好。前面小姐有3个。